几个重点哦，包含就是说呢，我自己是谁 ？OK， 因为我讲这么多，也许同学说，老师你叫你是谁啊？你怎么在这里 ？OK 哈，然后我们后面怎么去上课？入门跟进阶，不过还是会穿插，主要还是证照考试题啦。不过在讲证照考试题之前，你可能至少要需要学会把环境开发这个啊，开发环境先建制起来。另外呢，基本的语法跟那个结构控制，好，这个也必要，因为那个证照考试的第一类哈，大概就是考一些基本语法，第二类就是考结构控制，然后以此类推 ，OK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大概简单的介绍我自己了哈。那其实我自己，你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哈，在网络上你 Google 吴老师这个关键字啊，就应该可以找到，因为我在你的那个查询结果里面啊，后来发现呢，我的部落格会是在第一个结果，那我的 YouTube 频道呢会在第二个结果。那我的论坛好像也在，反正第一页里面好几个都是我的 ，OK 哈、哦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曾经教过的课程啊，目前当然比较普遍就是像 Excel VBA 跟 Python， 那之前教过手机的 App， 好、哦，然后还有像那些网站的架设啊等等的，其实大概我教学经验超过20，对，有这么多吗？好像超过20年是一定有了哈、哦，看应该快有快接近30年了、哦、，OK。虽然我年纪看不出来，我有一点，因为现在骗不了人的，我应该瘦一点。我最近很想要多运动，瘦一点哈，这样就比较可以骗得了人。好，不过长保一颗年轻的心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还是要不断学习，因为你会发现不学习，你马上就跟这个社会脱节了。好，然后其实外面世界大家要的，其实想法跟你可能就不一样了，你有点封闭起来哈。当然就不知道外面在怎么改变。那另外的话呢，其实未来当然有一些新科技就象征新的机会，那也就是说以后很多的工作机会目前都还不存在哦，是因为有新的科技所以会有新的工作，那新的工作就有新的部门，会有新血新的职称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有新科技嘛，那比如说哪一些像 AI 好了，不过这个还蛮好记的 ,ABCDE。A 的话你就 AI, 因为谁对不对，每天都在听那个新闻里面很多都有介绍到 AI、哦。所以以后的话什么东西都可能会跟 AI 串接。对，像现在最多像影像辨识可能会比较多啦。AI 比如说像你可以用在什么，像车牌辨识现在几乎有没有都是就是用那个车牌辨影像辨识。像现在最近一个话题嘛，像大陆是去抓人犯的时候也用那个什么那个监视器嘛，那因为他要做影像辨识，辨识这个人是不是某一个犯人、哦、某一个罪，如果是的话那马上无所遁形啊。前一阵子好像有一那个政府机关也采购，就采购到那个对岸的某一家那个、哦、好像什么海康威视嘛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这也都是一些议题啦。啊，那什么东西能够跟 AI 结合啊、哦，其实每个行业都可以啦，像现在你说金融业，金融业有 FinTech 3.0， 它就一定要用一些科技的手段去做一些事情，所以如果你不会，那当然你相对你就进不去了、哦、以前分析师可能还分析师不需要写程式吧，可你发现要找分析师底下还有你还要需要 R 还要 VBA 还要 Python， 想说你要应征的是到底是分析师还是工程师哦，以后其实说真的他一定要二合为一或多合一的 OK、哦、各行各业都一样、啊、OK， 所以以后有个冲击、哦、就是应该新科技冲击你非得要学会，否则你就没办法进得了那个门 OK、啊、如果目前在线上比如说在那个分析师位置上他也会隐忧啊，所以常常很多那个现在在那个领域里面同学就会跑来说啊，老师你可不可以赶快教我 Python， 哪边有开课赶快赶快哦、他们很急很急、啊、所以还好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或者要开课、欸、基本上比较相对的比较没有招生的问题啦、哦、供需问，所以你要了解啦，你要评估自己的价值，有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啦，所以如果你不努力当然就不会有 啊， 啊为什么那你要怎么努力，反正你在任何小细节里面都可以努力嘛、哦、所以有时候我都做一些可能大家觉得说你干嘛做这些事情，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些事情都
慢慢变成很有用的事情。像为什么你刚看那个 Google 搜寻，老师你是不是跟 Google 买广告？我说从来没有。那为什么排第一个？啊，因为我以前很习惯就写部落格啊。那老师，对，你为什么要写部落格？啊，我就想要写啊。我只是想，然后我觉得，比如我上完这个课，我发现我要做一些整理，然后要分享，那我就把它做了，做了就放上去，做了就放上去，那发现有人看，那继续往下做，那自然而然啊，大家看，因为它排名是怎么排的？那个网站，比如说搜寻点击之后呢，哈，点击的数量，它可能先看量，第二个的话呢，还看停留时间，还在看再拜访时间，还在看分享的数量，那统计有没有？它有一个演算法 ，total 的结果。如果分数最高，就排在最前面。OK， 那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。而且 Google 最讨厌人家作弊了，有没有？你在网络上有教你说怎么啊，怎么让你的排名排在前面，千万不要相信，因为刚开始会排在前面，可是慢慢的就会不见了，因为你作弊 ，Google 会认为你作弊就把你列为黑名单，黑名单就是以后再也出现不了你的那个连结了。啊，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因为我试过，你想说，如果要排到前面，以前哦，网上说哦，可以什么，可以那个哦，让人家去点嘛，对，然后就一直用各种方法乱自己点或别人点，对不对？我发现而且刚刚有效，一直往上冲冲冲冲到前面了，可是突然间不见了，哦，后来我才知道啊，原来它其实会有防止你作弊的一些检查机制。OK，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啊，就尽量还是不要做。后来我发现还是踏实一点好，反正就尽量做该做的就好了。啊，至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就是尽量去做。OK， 就像说那个 Google 地图上面也是一样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慢慢，有一些什么出现吧。OK， 好啊，再来的话就是 AI，B 就 Big Data， 大家你们现在学东西啊。C 的话就 Cloud，OK，、okay, 有没有？我一直强调，所以你对云端不熟哦，恐怕你要增加一点这方，因为这课里面有开云端，但是云端可能大家会认为说这个是你自己应该要加进来的 ，OK 哈、哦。那当然你不一定只能够用你的这个什么呢？浏览器有没有？我们浏览器打开，从这边点是有，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，你的手机本身呢、哦、也都有全部这些对应的 App。也就是说你在这上面做任何事情，你在外面手机打开也可以用一模一样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你即便在全世界在国外有没有，你也都可以用啊。 OK，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会跟着你走啊。那加上未来是 5G 啊， 5G 就是这个云端跟手机跟什么全部都串一起了，就没有说流量的问题了，它可以及时的好、啊、能够做到什么好无法想象啊。不过可能用比较多像物联网啊，像车联网，车联网就是未来什么，比如说我们要做那个自动驾驶啊，为什么一定要 5G 啊？因为速度才够快嘛，它能够及时的传送影像啊，有没有？如果你速度不够快的话，假如要做一些判断，比如你那个资料来不及传出啊，哦、啊，可能应该要下交流道了，就它 delay 了一下下，哇，过头了，对，过头怎么办？哦，总不可能像一些三宝有没有哈，直接就在高速公路上倒车。我看到很多前几天就真的有一个，他过头了，停下来，然后呢就把滚，结果应该大家都知道了。OK 哈、哦，所以千万注意，好、哦、这个危险。那其实像我是高度使用科，所以啊、哦，其实我都一定会开导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转弯之前，他会。之前就让你知道了 ，OK， 好处就是随时哈、哦、都可以让你知道说你还要多久要下交流道，你就不用说一直在那边看，哎，好像快到了，好像快到了，很紧张，然后要放慢速度，忽快忽慢，忽快忽慢，所以你看到有忽快忽慢的哈、哦，你大概就知道他不会用科技，对不对哈、哦？他才会这样开车嘛，对。如果我知道，我就很有准备了嘛。啊，另外的话哈、哦，还有 Google 导航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就是如果前方是。塞车了，它马上会变红色的，非常好用，你就不用很紧张。我会先看哦，前面已经塞车了哦，你就不要一直冲了，赶快准备减速吧，好，不然的话很容易造成问题。
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对未来是非常有帮，而且是应该是正向的啦。那前提就是你会需要用什么，用这些东西帮助你在生活里面能够生活的更愉快，有没有？其实我觉得啊，你不是只是说为了工作哦，你还可以生活上面非常好用哦。像我很喜欢自助旅行啊，全世界说真的，你有手机，你懂得科技，你会玩得非常愉快，而且会玩得比人家更深入哦。然后规划行程呢，也会非常愉快，我还蛮喜欢规划行程的哦。OK， 而且很多东西真的。像旅游各个地方，其实如果把这些东西加进来，欸，真的很多地方都还蛮愉快的啦。OK， 好，然后影像辨识、人脸辨识也是，这不用讲了，反正相关的影像辨识就是趋势了。像你说那个现在无人商店哦，也会加很多的镜头，他买了什么东西要结账，对不对？那其实都很多的镜头，然后去做判断东西还有库存嘛等等的。OK， 所以这些辨识。都会被用上，好啊。另外的话还有电动车啦，电动车的话就 electric car 啊。当然，在那个未来，台湾是本来是说2035年是全面禁贩燃油车，就是说以后的那个加汽油加柴油的话，2035年哦，现在2019还有多少？还有16年之后啊，就不能卖了哦，连摩托车都不能卖哦。OK， 不过齁，但好像前一阵吵一吵好像又说延后了。OK 齁，不过呢台湾不做啦齁，人家欧洲早就做了，像瑞典、芬兰他们现在路上跑的 50% 以上的车辆都是电动的。OK， 所以如果你不能抢得先机的话，那你当然就没有这个商机了。OK， 一定要跑在人家前面嘛。OK， 所以这个当然都是新的科技，有新的机会。那为什么讲这些东西？因为这些东西目前哦，用来开发的最多的还是用拍商。OK 哈，哦，所以你说老师你讲这些干嘛？哦，原来就是叫各位哈，哦，要把拍商学好。OK 哈，哦，懂意思吧？哈，哦，OK 哈，哦，所以不然的话，你说学这干嘛？都很无聊。很多人说学程式干嘛？真的太难懂了，而且又不好学。哦，当然。不过我的想法刚好颠倒，越不好学的话越有价值，因为越没有人会嘛，没有人会才有那个价码嘛。对，如果大家都会，比如说像今天要教的这个课程，大家老师都可以的话，那我就没有价值嘛，对哈。啊，如果说哎，好像现在想来想去，哎，只有吴老师可以上这个课，对不对？那我当然相对的哈，不过还是有前提啦哈。OK， 我的想法当然。就会从另外一个思考点啦，哦，所以我尽量教的课程就是尽量是其他老师没办法教的，不是说其他课我不能教，说其他课我觉得被取代性的机会还蛮大的，啊，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拜托人，哎，拜托一下那个课，哦，可不可以让我教一下，哦啊，可能大家都抢了嘛，剩下来就是没有人要教的啊，所以像这种课都不用拜托，因为找不到老师要教，老师一定先挑那个好教的嘛，对不对？谁要挑这种课难教，又要花那么多时间准备课程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教不好，学生又会觉得很挫折，对你也会很挫折吧？对哈 ，OK。所以，但如果说你可以把那个很难的变简单，哎，你就显得有价值了。OK 哈，所以我的思考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这个还蛮正向的。好，所以有些学生常常跟我聊天。最后都被或会被我的正向，我最后都不敢跟我聊天的，因为他的想法很负向。我说你干嘛这样想？你换个角度想不就好了嘛，对哈 ？OK 哈，所以大家跟各位聊一下了哈。啊，另外这是我的相关的经历哈。啊，我最早是担任工程师，后来是也创业过哈，所以我自己有担任过执行长工作，而且拿过那个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。那这个后面证照达人是培养很多证照达人 ，OK 哈，然后我也在顾问在那个咨询公司当顾问 ，OK， 然后在学校这个兼任助理教授了哈，然后其他的话最近是在那个业界啊，像中央大学哦，像一些其他大学那等等的哈，这些我想大家知道一下就好。
啊，最近的话呢，在中央大学开了像Python 爬虫跟架站 ，OK 哈、哦，那对象是那个福州师大的学生啊、哦，两岸的交流学生哈、哦，然后也拿过一些奖项，像最佳人气讲师，还有像教学卓越贡献哈、哦，然后还有文大这边颁给我一个趋势先锋奖，啊、哦，趋势先锋 ，OK 哈、哦，这是我哦 ，OK 。因为他太瘦了，我觉得我不想跟他合照，马上就显得我有点胖。OK 哈，这个应该有看过这个人吧？一个律师有没有？好像叫什么熊啊，忘记了。OK， 常常上电视的，好像是讲一些跟房地产嘛还是什么？哦，有关的哈。OK， 好，然后。我的证照的话目前大概也有30张。我的证照哦，我去考的哦，我扎扎实实去考的，像你们现在学的我通通考过了。还有些大家还没考过，像这一张 TQC 的 Plus 的这一张，就是我们现在上我也去考过。啊，另外还有一张是这一张再往上的，有一张跟那个网络爬虫有关的。大概前几个月也有出来，我有去考，也考过了 ，OK 啊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会分享给各位啦。我是建议就是说，像这种证照到底有没有用哦？我觉得你可以从几个面向去思考。你第一个，你要考过就不容易了，因为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呢，不能 open book， 只给你试卷，然后要你把全部的程式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能错的打出来。哦，然后，你程式呢一定要是100分的，只要是一个 bug 99分也是0分，因为程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它不允许有错误，所以哈、哦，怎么样要非常的细心，对，而且哈、哦，要能够赶快把假设有错了，你可以修正的，你要赶快把错误找到，好、哦，所以程式是最麻烦的地方在这里。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写一个程式，想一个方法又正确然后又快速，对，那就是你应该面对的挑战。 OK，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OK、哦、反正这个不可能马上实现，但是你可以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好了。 OK、哦、不要压力，不要有一讲、哦就是哦这哦、太困难了、哦、不用担心、哦、反正你一定要产生兴趣啦、啊、其他的话我考了一堆、哦、反正你说我考这些干嘛，反正那时候其实考上瘾了，就觉得收集证照也蛮有趣的。所以像这种证照，说那时候刚有出来，我就好，那我就找个时间去考考看吧。反正以考试为乐啊。这老师疯了是？不过也都是机会啊，像我会来上这个课哈、哦，也就是这样，因为你要找到有老师会教 Python 又考过证照的。哇，那个筛选条件就很严苛了，大概筛来筛去啊，只剩下我，okay， 不是啦，就是越来越少了哦，不是说只剩下我了 ，OK 哈、哦，好，那其他的话，这个证照哈、哦，我就大概秀一下哦 ，OK， 然后上一期课程的话哈、哦，就是也是类似像你们这，那总共有24我记得24个同学，他们全部都考。然后全部都过了，不要小看自己，你是可以的。OK， 他们刚开始也很疑惑，我到底可就全部都考，而且跟各位讲哦，因为这张证照有分两个等级，一张是基本的，一张是完整的。那基本的有考1到5类，完整是到1到9类。那我们设计本来是1到5类就基本的，就他们最后全部人都去考完整的1到9类哦。而且全部都通过了，而且考完之后马上就一直问我说，老师你还有另外一张有没有网络爬虫，那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。后来他们也全部又一起约着一起去考试了，他们也考上瘾了。OK， 所以其实倒也蛮好的啦，然后之后发展也都蛮好的，因为他们有信心的在就业在求职上面。其实你有信心跟没信心我觉得还是有差别啦，你面试的时候展现就不一样，人家一看啊，你有这个东西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内容啊，能够做什么诸如此类的，他们也可以侃侃而谈，而且比较不会畏惧了，
那觉得说哦，我有这些东西，我会更有信心的、啊。OK，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导师，那至于说他的完全成效了，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、啊、要自己。就是哈，就多花一点时间哈，毕竟你们已经就学了嘛，那学了总要有个成果，而且未来如果你把证照哈拿去给你家人看，你身边的人哈，比如说你家有小朋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对不对哈？你看爸爸有这个哈，给你看一下，啊，这不是吹牛，那你考一张给我看看吧，对，不然有那小朋友说，我爸妈都不学，硬是要叫我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样没有说服力、哦、所以以身就是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啦、哦、OK 好，那其他的话呢，我刚刚讲五类，一到五就这些，然后后面的话呢，进阶的话就是说六到九，这个是另外进阶，等于是它有分两章啦、哦啊、当然未来你们如果说自己、可以去思考一下，但你要考哪一个？如果你全部考完，我觉得你基本上哈、哦、Python 应该就会非常有信心的啊。那这九类的话呢，我想请各位另外还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，就是它的官网上面，它那个官网叫 TQC， 那你打一个 Plus 啊 ，TQC Plus 或者打一个 TQC 加也可以，这边就有一个它的官网，那你们可以从那个认证内容。里面找到往下找一个什么Python 这边这一章跟这一章，这一章点击进来的话，他会跟你讲说考试时间60分钟，考5题，哦，那另外一章的话呢，就是这一章，好，那是考100分钟，考9题 ，OK， 好，那你们考试费用好像有优惠吧，在这边考还有优惠，好吧，这之后你们在那个，那其他的话，另外还有一张 Python 是这一章。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，OK，、哦、所以如果说假设啦，你都有的话，相对于对于你将来在求职上面，我想有一定的帮助，哦，不然的话，你说你懂到底你或者你学过，可是你怎么证明？这个也蛮重要的、哦、，OK， 所以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、哦、自己稍微看一下，还有那个考试内容这上面也有，好、哦，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。再来看一下那个我们上课的一些其他说明，那我说明完之后的话，待会呢我们就会先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环境怎么架设，那怎么使用哦。